今期选择粤刊有我关智斌同你一起睇下有乜精彩嘅内容。四分三匹窗口式冷气机大测试，环保雪种型号表现出色。半数嘉禾产杂质释出量超标，其中一款更加易容变形。部剧睇戏，十一个影视串流平台收费条款要留神。能量棒同小食棒含高糖高脂，小心越食越肥。仲有海外声学保险全攻略，新冠病毒系咪受保要留神。想知详情，记得睇第523期选择粤刊。